说你别哭。Hello。How are you？ 你看起来很累，但是你今天感觉你也瘦了很多呀、哎。这样子吗？你瘦了，你比第一次出舞台的时候瘦了好多。快点压舌。对对对，谢谢。Thank you。啊，压舌。第一天，但是我有那个舞累不累？练了一天，练两天。我要跟欣姐要和声，我和声高，动作一直不停的记，所以要练习很多。我看那个舞很累哎，都是那个，还有很多地板动作什么的。他们还会再设计，因为 dance break 我们只学了一半，可是他又会可能又会换。我跟 Gina 刚才我们都在怀念你，对，怀念骂我吧，在压舌，一直骂我。其实我们以前对 Amber 太严肃 ，Amber 什么什么，没有，我们都在比夸夸你，都在心疼你，害羞，别夸我。他们都在心疼你，只有我在谩骂。我知道 Amber 最怕什么？最怕他最怕别人夸他，他别人一夸他他就受不了。对，这是必杀技。你 Amber 那天 Amber 站在那儿。我觉得我是第二名，然后是这么第一名。给我看一下，给我看一下，先看。四个八拍，再来一次。好不容易要休息一会儿，完了 ，Amber 这回来这又要训练大家了，这个宿舍来训练大家。OK， 教我一下。来了，压力来了，压力来了，坐来了。Gina 老师，我不知道牌，可以教我一下吗？我不会，我真的不会。不是什么什么什么，他的压力来了，自己的女儿了。哎呀妈，别这样了，我真的今天不太行。Amber， 你吃点鸭舌头行吗？就你吃点，还有那。好好啊，你怎么消费了？你为什么不在这个舞？这对他来说太简单了。快吃鸭舌吧！好。对他来说太简单了，主要是。